八分三，洗洗东西嘞。都有不得快。那个地方抠，哦，你看抠抠海椒那家。哦。好嘞，待会儿赶紧筛一下噻，红烧粉咯子。嗯。我在这儿没吃的，你一个。好嘞，待会儿从这边抠，看一下。哦，这边上啊。然后就不能站。好。还有金鸟。 这个老金也是啊，哦，好了，要得了，不可了，好，要电动车调节，这儿还好塞，好，没事是的，你看。 那那块些颜色，那木子给推。 我想到那木子推还是麻烦了，那推靠的。嗯，这抠嘛，只麻烦一个人了嘛。你推要麻烦两三个了嘛？木子还不两三个？是没得那机器打的细。是这手工的了嘛，是这个给谁？这第一下一个腿，腿跑不动了。 你看了啊，给我勾起来，拿一边看啊。来，来，可以了，要你去。 刚好一大盆啊，水的话，就在这一碗水，端平哈。哈哈，把这个豆子整清凉了，就把水给它滤了。加头狗头喂萝卜，狗头擦下水。 再烧点醋，有点花椒老姜，还有火锅，再那推一下，肯定还要出粉。就是，有点都不多，我认为嘛。哎，比较浪费噻。点儿都不浪费了。嗯。第二次看到这么子，下边不要羊味儿。好看一会儿。哎，没看到过。 感兴趣的很。看到没有，就是啥子黑蘑菇、羊蘑菇。等一会儿，加水。萝卜来前头搓搓。 哦，我拿去喂鸡。这推过来来噻，是没人啃过来。嗯。你看好细，你看了嘛？哦。居然都长了我。还是香了，不能说还多的搞笑了。哈哈哈哈哈！我的，这一袋也少的。
东北厨房。哎呦，我这个强插白菜真的很。是的，因为这个竹香啊。有。哎呀！哎呦！简简单单。这裤带包子。他不包子他不放衣服啊。那看到吃会嘛，没法儿都裤裆在衣服。穿衣服还不穿呀？哎，不痛点我。不然吃饭也不要去喊外婆包哈。来嘞。